大家好，我是小辉，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D889 横向漂移特技对战机甲。它是一款集遥控驾驶和发射水弹的智能遥控车，它配备了多种行驶模式，比传统遥控车更具可玩性，可以进行多人对战游戏，体验真实的对战感受。水弹发射作为它的首要技能，可以通过遥控器实现高速连发水弹。它配送了专用吸水弹，属于环保水弹，约90%为水分，一击即碎，自然蒸发。关注我，下一期我们一起来看它的射击效果。